當你睇完呢個 VCD， 見到咁多嘅證據，有客觀嘅證據啦，同埋經歷性嘅證據，俾我哋知道，原來真係咁多證據證明耶穌係真神，證明聖經係神嘅説話嘅時候，希望你會真係用心去思考，並且接受耶穌做你救主。當你真心向耶穌認罪，承認你所有犯過嘅罪，並一信靠耶穌做救主嘅時候，佢真係會嚟赦免你嘅。咁我哋其實人人都有罪嘅，我哋會有嬲人啦、講大話啦、得罪人啦、傷害人嘅心啦、呃人啦，並且我哋冇敬拜呢個真神，因為佢創造萬物咁奇妙，俾我哋有生命，俾我哋有氣息，俾我哋有種子、有泥土，俾我哋有食物，係好多好多嘅恩典，但我哋唔識得去感謝佢，所以我哋都係有罪嘅。但係神係聖潔，佢唔可以嚟到我哋嗰度嘅。咁佢唯一辦法咧就係差佢嘅獨生兒子耶穌基督嚟到世界，為我哋嘅罪釘在十字架上，受咗罪嘅懲罰。咁我哋每一個真心悔改、信靠耶穌做救主嘅人咧，就可以得著呢個救恩嘅。喺呢個時候，我想邀請你，你跟住我，閉埋眼，全心全意由個心底處向神發出呢種呼求，求你赦免我啦，求你救我啦。耶穌真係入你嘅心嘅。我想請你喺呢個時候，你閉埋眼，用心靈向神去祈禱。親愛天父，我哋感謝讚美你，因為你真係好愛我哋，你好關心我哋。你創造萬物非常奇妙，你創造我哋嘅生命非常奇妙。我哋感謝讚美你，但係我哋有諗過好多唔好嘅嘢，諗過好多污穢嘅嘢，傷害過人，得罪過人。主耶穌，我求你赦免我哋嘅罪，並且我哋冇敬拜你，我哋冇感謝你，你俾咁多恩典我哋，我哋冇去親近你。求耶穌你赦免我哋嘅罪，我多謝主耶穌，你為我嘅罪死喺十字架上，承擔我所有罪嘅懲罰。求耶穌用你嘅寶血洗去我嘅罪，洗去我所有嘅污穢，我所有嘅不潔。求耶穌拯救我，我打開心門，求耶穌入我嘅心做我救主，將永生賜俾我。我知道聖經裏面應承我，當我真心悔改認罪，真心信靠耶穌做我救主嘅時候，耶穌真係入我嘅心就做我救主，我就成為你嘅兒女。我感謝讚美你，稱頌你嘅聖名。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，阿门。当你真心咁样向神认罪同埋求主赦免你咧，佢真系入你嘅心，佢真系赦免你嘅罪，拯救你嘅灵魂噶。今日咧，你揾个时间安静嘅，向耶稣承认所有你谂到嘅罪，你都每一日都谂翻你有犯过罪，求主赦免，并且求耶稣拯救你，佢真系入你嘅心嘅。但系圣经里面讲到，我哋唔系净系信嘅，圣经话信心冇行为咧。是死的，并且讲到呢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即是我们信耶稣之后，我们不要再活在最终了。如果活在最终，神是圣洁的，他就会跟我们分离的。我们一定要遵从神，跟从他同有生命的关系。希望你会回来教会去认识他，我也很愿意去解答你所有的信仰上的问题。当你这样一生去跟从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在你所有的事上祝福你，无论是你的学业、事业、婚姻、前途，所有的事上耶稣都会祝福你，并且祝福你的内心满有喜乐、平安。愿耶稣的恩典临到你身上，希望有机会见到你了。